Sunday morning rain is falling. Dress some cover, share some skin. Crowds just routing us in moments unforgettable. You twist to fit the mold that I am in. But things just get so crazy, living like it's hard to do. And I would gladly hit the road, get up and go if I knew that someday you'd bring me back to you. That someday you'd bring me under you. Then maybe all I need in darkness, she is all.最近换季又添置了一些睡衣，回来开个箱，有吊带裙发圈，还有新的唱片原版书，新的电脑，发圈是真丝的，比之前的要大，15厘米的超大号，戴手上当装饰，盘头发的话戴两圈，一样花色的丝巾和睡衣，是比较浪漫的花卉图案，有睡莲、丁香、鼠尾草，睡衣和家里的床品一样都是真丝的，已经习惯了，现在睡觉还不能完全穿吊带裙，肩膀睡觉的时候一不小心露出来会受凉的，试一试大小，感觉最近胖了，拿了 M 的，发圈一搭感觉自己都变温柔了，绑个马尾也还行，还蛮元气的，发圈其实我买了很多好多牌子的，感觉还是越大越好看，这里的发圈就是一部分，还有一些在另一个家里的，这种大的丝巾可以去海边的时候当抹胸衣服穿，窄丝带可以做腰带，或者是大白 T 挂个脖，记得包上也可以做点缀用，吃点水果继续拆，这应该是两张唱片，红色的心形黑胶，还有一张美美的，其他的还在路上呢，我的电脑实在太多了，新出的第十一代了，我是软粉无疑了，这个猜猜是什么，巨便宜好用的吸水垫，放浴室去，补一下我童年的遗憾，虽然算不上是资深的哈迷，但整一个原版系列我是一定要收藏的，它的语法词汇对于入门想读原版书的来说是很友好的，没有什么长难复杂句，我也要重温一下了，这一项是一些护肤品了，都是一些面膜日常囤的，还有些帮朋友买的，寄到我这儿了，到时候给他，去年的头皮按摩膏用完了，也囤了点，直接入了个套盒，洗发水也要经常更替着用，还有些好看的明信片，这个爱心唱片总感觉怪怪的，播放的时候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看，我觉得还蛮适合睡觉的时候听，比较舒缓，再听一下美美的歌，也不是每天不间断的早上都会喝黑米粥，早上起来比较懒的时候就会这样子喝，燕麦奶里加点可可粉，搭这个坚果麦片，这个干吃都可以当零食，偷懒不做菜的时候这样的大杂烩饭也很健康，晚上下厨就做个蒜香排骨，青椒可以拿来炒蛋，排骨要先腌制然后再油炸，最后用蒜炒，翻炒的时候记得加十三香、辣椒末、葱段，排骨这样做真的不要太香，有肉还要有蔬菜，做了个汤，玉米、香菇、青菜加小水盐就好了，主食的话是紫薯和杂粮饭，做饭容易伤手，记得消毒哦，一个人住要时刻当心呢。抖音，每次来上海体重都是要破百的迹象，和朋友一起一日三餐变六餐，各种吃甜品、西班牙菜、北京菜，嘴巴也是一停不停，吃应该是获取快乐最简单的一种方式了，当然还有花，最近天气也非常好，不冷不热有太阳，国金逛到一条三叶草，挑了条蛮钻的，立体的比较百搭，平时我一般是不戴首饰的，有时候会嫌比较累赘，所以买一条款式简单一些，日常一些就不用考虑搭配了，
一时冲动买了个 Miu 包，感觉还是不适合我，到时候还是送闺蜜吧。天气好的日子约上朋友，下午茶吃个地卡的墨西哥卷饼，再来一杯提神的暖咖，晚上约个好久没有吃的烤鸭，不过上海的大董还是没有北京的大董好吃，改天得抽个时间去趟北京。芥末鸭掌和蘸糖的鸭皮是我最爱的。哦，对了，给你们推荐一个茶馆，一个老洋房的宅子。余秋雨说过，不在大课堂就是在去大课堂的路上，也是我一个蛮会喝茶的工作上的朋友推荐的，藏着很多老茶，也比较安静。也没隔几天就来奥刷这家店了，这次尝试点了个 size 最大的虾，不过我还是更喜欢黑虎虾一点。龙虾汤呢是一如既往的好喝，有机会去他们总店斯里兰卡吃一下。去新天地买马卡龙的时候路过画眉，这里大概是小样天堂了，我一般都会来囤一点牙膏，面膜也会看一看。一楼是菜市场风格，摆放的随意又轻松，买几块肥皂。二楼规规矩矩像个仓库，整齐的高货架上摆满了正装，采购起来也是很方便了。到点啦，要去吃个夜宵，陕西南路上吃碗面，据说是碗里五小时，碗外十年功。点了一碗黄鱼微面和虾爆鳝背面。回杭州了，发现杭州也有好吃的铜锣烧，推荐这个北海道牛乳是最好吃的。今年杭州开了很多新的餐厅，也可以一家一家吃过来了，只有在吃里找慰藉是不用停下来的，因为每天都有一日三餐。抖音